今天要上两，我觉得要上两了，上两了，我就被拍了。还是这样剪。不过首先我要先感谢这一个酸奶店，而且有这个地方拍摄。我不接你，你自己来的。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就是我们三个，也算我花，也算花，就是想要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了解彼此有多少。要了解我每次大便大多少次，多久打一次飞机呢？也是可以。然后我们一人问五道题，然后看谁呢会了解谁比较多。哦，有什么奖励还是什么？我先给你们时间想，那不要去想啊。OK， 我有三二一，答案一起念出来。啊，三二一，茄子。哪一关？哪一关？茄子。我不是艾薇的这个。对，艾薇。我记得那时候你不是讲他讲过了。我讲过，我最讨厌吃的是榴莲。榴莲？对，我不吃榴莲的，我最讨厌吃的是榴莲。榴莲不是糖嘞？没有，偏偏想到你哦。矮瓜我还是有吃的，榴莲是我连吃都不吃的，我一吃会吐的那一种。狗一样。嗯，对，他们真的是不是够了解我？天天要上两，我就要上两，要上两，我就变态。先到我了啊！我哎，你最先。我是我到你哦，兄弟。想懒觉就是警察。喂，警察，警察。不是，不叫警线。不要想懒。你问的问题，你要解答的时候可以露出来。他先了解，你听完跟我们讲。哎，你问问问题。我，叫我多少？我。你想不到问题问是吧？没有，他是马来文翻译不到华语。哦，这样啊。你讲给你讲马来文的，我们听得懂吗？我。哪个？阿姑。阿姑。金丹姑。我平常啊，在家。猜不到他的桌除了剪片，他在家钻地砖了，嘟嘟嘟嘟嘟嘟。啊，那产品嘛，等一下要出帽子，出这个还要研究看什么东西可以出。他有养猫啊，他难道不跟猫玩咩？哎，你懂啊，养宠物是一种责任，你不跟猫玩，你连做不了。什么？你猫死了，你猫不是一只？打呼不停打呼哦。你死了吗？你做了这个？因为我有做兄弟，但是我们都在包的话。哦，做兄弟。来过奥斯基啊，你有跟猫玩咩？我那时间跟猫玩很来。我们认识到现在，他们两个比较久啊，我中间进，然后觉得我们几个是 plastic 做的这样。到我上，那不然？难道是可以吗？家里十个人，被准备了是吧？两个。我在家做什么东西是可以花最长时间，而且是最长做的。这个我肯定懂。他一讲这句话，我懂，我脑里面就有一个画面。给啊，三 ，OK， 来，二一，玩音乐，剪片，玩音乐跟剪片都是花时间。越是花时间，因为他这种我知道那种面没有，他剪片一般他觉得闲的话才会去。找找找，没有啊，找得到吗？黄子杰，各种都在玩。Yuki 也算最接近。其实我剪片真的是一个礼拜里面两天的东西，可是我每一天在家哦，我都会每天都在玩吉他。玩吉他跟玩音乐不是一样的吗？黑兰，你真的是对呀。我是想玩吉他，因为音乐就包括全部好了。Oh no！ 我在终于我的队啊，现在。终于，我们有钱不是巴塞做的，还是巴塞的。你了解我不了解你。我是巴林东当花。来，到底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来，简单。那个叫什么了啊？哎，真的够鲜啊！我操！三、二、一，他讲那个啊。他讲的就是马铃薯，因为马铃薯就包括 hash brown 啊、薯条啊。
我喜欢黑跟大神的话，我想几多次，我喜欢吃马铃薯。所以看到你发现错，发现这个很像马铃薯，越看越像。哦，我懂了，讲了，讲了。他没事啊，那我看不带神啊。啊，我他妈我看两看。我冲凉花最长的时间是多少？刚才还有什么讲过？如果你对你真的，你真的靠默契哦。包括打飞机应该，那个就不算了。如果打飞机应该是半天。有问题，来看医生了。来，三二一，一个走。哇，哇厉害，真的。你不是花瓶啊？哎，耶，终于有少少一个总，所以 UP 哦要来我家，我提前一个总就要准备。你是怎样分到一个小时冲凉？你看啊，我大便可以半个钟，冲凉半个钟。因为我大便哦，就很早大好，我就是偏偏不要起来的。做梦什么冷来的？享受。哎，我拍摄的时候最讨厌遇到什么事情，而且是可以让我很闲一整天的。这个东西有发生过在我身上？我们有在，你们有在，而且不止一次啊。跟天气，下雨了。慢慢想，是哦，是哦，没讨论，没有吗？不够十分钟，都超过十分钟了。来、啊，准备了啊！三、二、来，一，聊点地方。相机没有电。哦，相机没有电。就是，怎么打你是吧？相机没有电的。其实他刚刚讲一个很接近啊，我都有试过几次啊，连模拟卡没有带。就出来的时候耶拍摄了什么什么 content 卡没有带人家这个、欸、你相机没有电你可以借 cable 充电这个就脑残了还会做这种事情了我要死了吗这个默契什么垃圾问题来看看到我呗不然呢到你啊到你啊你第几次变成妖嘿我叫游击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好像跟你们讲没有等一下就算有记过都到了我记得我讲过我也拍过这款片我不懂你们有没有 记起来啊第一次不是几岁谈恋爱第一次谈恋爱是几岁我记得你有讲过八岁十二岁疯狂疯狂给你们多一次机会想一下我讲三二一你们就一起讲啊我大概大概一般谈恋爱年纪三二一十九哇干厉害小杨我跟 UK 有默契哦跟你没有什么真的十九岁吗真的十九吗你在场上每天等到十九岁吗你中学忍得过啊因为我中学是内向的我都是没有去跟男人讲话的我们重新认识好吧我们重新认识你该讲我粉外了你自己没有我以为你粉外就觉得哎妈妈的 puppy love 也是算吗 OK 来到谁我最喜欢吃什么你们之前你看我们每次出来吃东西哦我想到了我想到三二一烧火条呀哎呀我终于啊要不是新时代啊我都不懂他喜欢吃烧火条每次我点烧火条都吃不腻啊没有尝试不同的火条怎么讲尝试不同火条是不同店的火条经常火条应该都给他吃完差不多啊我用什么问吃的？我先问一下你。我给你领便，给问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大便？我没吃过大便。我的人呢、啊？如果讲我喜欢吃辣，你都肯定懂吧？酸甜苦咸这四样，我最喜欢哪一个口味？我记得你懂是喜欢酸，所以酸可以淘汰。来啦，来，一二三，咸。喂，咸的东西啊。酸甜苦，你加一个咸进去，我会觉得很奇怪啊，是不是？不是咸，最克制的东西是比较苦啊，这样的。像我喝咖啡，我就是龟苓膏。肯定是吃苦的。你问加什么？我人是很喜欢吃苦的。鸡蛋糕，我又不是加冰的。默契吗？因为你每次还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我就有点喜欢吃咸。那很多种啊，满足。没有，没有。东西咸啊！他煮东西都是加多的胡椒粉啊，什么植物都加。激动哎！我来问一个比较特别的，我没有公开过。对呀，真的是有气氛。我跟你有那个默契。我是几年加入 YouTube？ 哇，这个真。
讲，他家都丢掉了。